你有 Monday Blues 吗？哎，锁定我们体坛观车站的罗宾车站就对了。哎 ，Kiki 啊，今天有什么猛料要为大家送上的 ？Well， 我们这一阵子都一直在关注很多拉力的赛事，已经很久都没有 F1 的消息了。而且呢，在二月底马上就要进行 F1 的测试了。而且呢，三月初的时候啊，这个第一场的赛事开季赛就要登场了，所以现在要赶快把它拉回 F1， 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别错过今天晚上的体坛观测站 ，See the difference。